今晚嘅歌咧，就需要真系又要介绍一下啲和音啦。我讲过，我有两班唔同嘅黑人和音嘅，咁有两个细路女啦。是年长的、黑人，我有提过他们一次是唱诗歌班的，就是 church choir 那些，根本其实你听他们唱就是这样，他们是这样 gospel 这样来的嘛。There's a train coming, you don't need no baggage, you just get on board, all you need.Don't cut me. Oh, she's shouting. Oh, it's beautiful. She's in the spirit. Oh, man, I know she's saying stop. I'm sorry. You breaking it. 他们是有一个 agent, 一个黑人，很 funky 的，就带他们来的。在我这一张唱片里面，大部分的和音都是这三位女士跟我唱的。今晚的这一首歌呢，是纯粹是 acoustic guitar, 我跟他们。就是、我想讲个故事，就是、这一首歌咧系 typical， 系神歌嚟嘅，系一首黑人唱嘅歌嚟嘅。以前咁啊一路流传落嚟，流传落嚟嘅。我有一次系经过天文台度，有一间细细嘅church。嗰日系咪星期日咧？我唔知道。因為我在附近住咧，嗰陣時，而家我講緊嘅咧，嗰陣時係1976年，我喺嗰度附近住，喺金巴利度。我好記得我有一次經過咧，我有聽到有人喺裏邊，似乎係唱緊呢一首歌。佢好似唱咗一段啫。咁我又唔知點解又幾入腦喎，可能就因為。个 title 啊，佢一唱到个 title 呢三个字嘅时候咧，就好易记啊。咁我一路都会记得呢一首歌。我有一年咧，我睇过 Phil Collins live 唱过呢一首歌咧，我就好中意。调翻转头，我走翻去揾翻嗰个原本嘅黑人。嗱，咁呢一个咧就系原本嘅 Curtis Mayfield 喺十岁啊，即系收到一个礼物就系、是、啲吉他之后咧，就影响佢一生。佢唔系好似佢对上一代啊 ，Robert Johnson 啊呢一批佢嘅祖先啊，有咁悲惨嘅人生。佢嘅人生唔系咁悲惨嘅。People Get Ready 喺佢同呢对 Band Impression 嘅时候出嚟，系60年代头，我哋都仲系小学生。一首歌咧喺呢个60年代啊，美国嘅民权运动里边系有非常大嘅影响力噶。大家上网可以揾到佢嘅详细嘅历史资料嘅。我相信佢最悲惨嘅咧，应该都系喺1990年啊，10月13日喺New York Brooklyn 一个演唱会咧，俾嗰啲灯光器材跌下来砸亲他呢，就半身不遂。1994年他拿了一个 Grammy 的终身成就奖。在1999年3月15号他是入了这个 Rock and Roll 的 Hall of Fame 的。可惜同一年的10月26号他就去世了。我又跟竹田和夫说，我需要录这首歌。呢三位黑人女士同我唱呢一首歌嘅和音，我知道佢哋唱一定系似呢一样嘢嘅。咁另外一个小小嘅故事咧，就讲阿竹田和夫支吉他啦。呢一只歌里边用嗰支吉他咧，其实就系我嘅 engineer 阿 John Lin。佢有一日我哋大家一齐去行去周围行啦，咁就去吉他铺，多数都会做呢件事嘅，因为实在太多乐器睇喺嗰边。咁就去吉他 center， 咁啊 John 咧就需要买一支 acoustic 吉他，
咁就試啦啲吉他，佢自己又彈下，竹田又幫佢試下咁，咁足之咧就買咗。買呢一支吉他嘅原意唔係 for 呢一首歌嘅，而係竹田和夫話，不如咧我就試下用你呢支吉他嚟錄啦，一支咁新嘅木吉他。未必一定是錄音好好聲的，因為大家都知道錄音呢是有分幾個牌子的，因為用這個就會這樣用這個就肥仔一點，用這個就怎樣怎樣，他拎起就用這支吉他來彈，就是這麼多了。我通常錄音呢，我跟竹田呢，我會擔張凳就坐在他前面，這一樣東西呢有很多樂手就不喜歡的，你就監製咁講啦，我啦，同埋唱歌呢個人，尤其是監製添，因為我係個職責我做曬嘅啦。咁我坐嚟對住佢，咁或者會覺得好 annoying 嘅喎。但我同阿竹田就冇呢樣嘢嘅，我哋由82年錄音，我哋就係咁樣嘅。我會即時講俾佢聽，多數都係我講完佢彈，我就唔出聲嘅啦。我係欣賞佢去彈。我以前咁樣形容過，我咁啦 ，gospel music 夾埋少少 country， 夾埋當年嗰啲黑奴就咁樣嗌咁樣唱嘅歌咧，佢哋用最淺幾個 chord 咁啊，佢哋結咗婚，生咗個仔，先至輪到 rock and roll 嘅呢首歌。我是很少在 live 那裡唱，其實我們說的很少呢，我說為什麼會這麼少的，就是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出去做 show 做演唱會，大家都是要聽我唱廣東歌，沒什麼機會，也都很少的場合是適合唱這首歌的，所以我覺得將它等在唱片上就最好了，我幾時都可以聽回一首咁靚嘅歌，所以 people get ready。
there's a train to come. You don't need no baggage, you just get on board. All you need is faith to hear the diesels humming. You don't need no ticket, you just thank the Lord.